咱先包一房睡衣，让他挡着。加这感觉好像另一个行车记录器，加这里啊，感觉好像另一个行车记录器。你不觉得这样加这里，像感觉像另一个行车记录器？你摄影外力就是。对啊，我就朝外面摄影啊。而且我画质我是设定1080p 60帧60。画质，因为那个就是 YouTube 上面的画质啊，它最高可以到 4K， 就是2160，然后再就是 2K 吧， 2K 就是那个1440，然后再就是 1080p 60，然后再来是1080，再来就是 720p 60， 720 480360 240 144，就这些画质，然后再来就是自动的，自动画质就是这些画质里面就是随便挑而已，最烂画质是144 144，最烂，因为画质是最烂的，就是感觉像勾扎皮，而且还超画质超模糊的，那最好。最好的是，最更好的是 4K 的，2160是 4K， 就最好的。高画质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，那你这1440窗的，144，然后再就是1080p 60就是第三好的。那你这我这个就是第三好的。第三好的。对，1080p 60。大60帧，60帧的话就是很顺，30帧也是一样很顺，1080p 又很顺，以上都很顺。乘客上车。
上车。幸好这个手机容量够大，可以录比较久。乘票上车。连中小都有报了，就是那个报单，我自己报那个、啊，都在，对吧、啊？已经有报中小的，但是你没有，我没有报台语跟客语，要报了。你要这一站下吗？请下车。帮你看。乘票上车。
就出来了。啊，用你看不到的车。哦，用你手机看。应该花车的，或者是跟那个。好。电梯票上车。全票上车。下面不是有小风车？他五百。他没回，还没到。还没到，我就说他会多待。大概两分，对啊，有可能会拖个，然后再拖个，应该要再拖两分，在五分皮应该要再拖个两分，因为他还要回转呢，回转有可能会浪费一点点时间。假如连停要马上下车上要厕所，就差不多再拖个五，拖个一两分或两三分。在里面听旁观有够难的，有啊，练，我直接过去，吹哦，我开上紧，直接一趟开，刚开回来，刚去上厕所就好了。那是山呢，它发出来，它是没显示的，没显，这里没显示吧？就是还没发出来。应该是分家了解，并且那个。充电一下，哦，你这个还可以显示这个显示业者，这里，对，出来，应该是有换，有更新过，嗯，我那个我上面去清理，哦，这个有显示这个显示业者。哇，基本上六三零啊，或者是那什么307啊，直接按这个就知道哪一台车是那个大都会，哪一台是三重来的首都，哪一台是重庆，哪一台是台北。只要是有两家业主在营运的，就可以用这个，就可以点这个，就知道哪一台车是哪一个了。就是放那边我爸早上开车我就跟他
就是像那种的。哪一个？就是虾蓝，前面那个蓝色的。那种的。在这个灯呢、啊，每个站牌现在都改这个，有这种公车停的，改都改这种停的。对啊。全票下车。只要不是这种的话，是这一根一根的那种的话，就用那个什么，就用的显示牌。就刚才下车，下车，叮当，麻烦你。对啊，饿了，谢谢了，谢谢哦。订车票，下车。再来几关？再来几关？看你这个态度。全票下车。应该被张杰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蛮牛嘛。或者是那个什么500代言的那个蓝眼黑阿迪，蓝眼黑阿迪，那个不是阿迪呀、啊。张哥拜拜。啊，拜拜。张勇威士忌，给我给他。这样转过去啊，是他有可能这样倒下去，这样一倒过去。对啊，因为整个跟着弯。或者像是那个啊，焚化厂要就是去灰尘啊，焚化厂要弯过去那边那条，嗯，也会就是像这边了、啊，就像这边了。啊，现在不是在录？现在录啊，你还给他弯来弯去。可以扶一下，那这应该是还好了，还好吧。
都不用看。这个是变成2月14日，2月14日还是情人节了？没有，那你今天就讲不用再买，真的呀？都五啊，星级，五星级，有整件。27分呢，现在27应该还在扣25。哦，因为我10分发车就对了，要30分。你10分发，然后要30分。他现在也，因为我要扣两分钟，因为我就先预录，我先开始提早两分钟录啊。我是08分开始录。那你不是要录20分？我是要录到全程。没有，我在讲的。我这样全程总结下，应该是有可能是52或55吧，52或55分。52号是因为有多加进来。差不多，也是差不多，大家录一录，录到1小时啊，或者是那个什么，录那么久，因为录1小时之后，有可能还在，就是有些片段，有可能会中间也会卡掉了，就卡掉了，会一直录下去，然后再录下去的部分再剪掉一些，或者是把那个就是一段一段录好的片段衔接在一起，就会呈现出你们。就是大家看到的画面，但有些转场都是直接这样卡掉，然后再录，如果是直接一镜到底，那个中间一镜到底的画面就是那个、啊，就是什么，就是什么一些漏网镜头啊那些，都拿来当幕后花。
什么 A P P？ 先遇到 KK Day， 那然后再遇到一个你。对。我今天我每个灯都有过，这个算最快的。嗯。比原本就是预估到这边的时间是30分钟，太快了。我这地方就还好，就不用。慢慢都要小心骑上去，然后慢慢小心骑上去。我前面在七二三了，七号，七二三了。那什么是 8人座？那是假是 R1 的话，是 R1 开头的，就是电动租赁车，租赁的电动车。对啊。因为 R 就是那个啦，租赁车啦。嗯。然后一就是电动了。对啊。R1 就是租赁电动车啦。嗯。但是那台现在六六啊，六六他车还逃着一啊。一就是电动嘛，电动租可能比较贵，因为它比较新。租特斯拉就更贵。不要看了，看你的品牌啊，你要是 BMW 还是 Benz， 假如是什么电动车的车牌的话，它有还有分阶车牌，就是有分，
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刚才有遇到一台啊，那种的 BMW 的电动车那一台，它上面就是这种牌子，然后上面写个电动车，然后上下面没有绿色的，或是还有一种是上下绿色，上跟下是绿色的，就是这样一个上下绿色，然后这里写一个E或 RE， 然后这里也写个电动车，这边有那个苍蝇上面，那个上面边是这边。感兴趣？真乖，真乖，又出去，真乖，说出去就出去，不要再动。三台星星客运同时进站，这两台是要停靠这边的啦，这两台要停靠那边，中石吧，六九一，电动，这个电动的贵，零零七，现在有广告了，之前没有。之前的广告是就是他那原本电动车那种的，然后现在就有那个，就有广告，就有广告在这直接贴上去。零零七 ，EAL 0007。对啊。他这台车有排挡杆。要那个，要变挡。我昨天看的时候，他是差九。它有排一次档而已，然后就没有。它像我们这样的，它是有像你这样的，然后它只有排一次档而已，它就没再排。然后它是自排的，应该算是自手排吧，因为又排档杆，你看这样子。但是它的排档杆是，应该就自排。它可能比较高级的，但是它应该就有，它右手排又有自排的，但是它只有就自排功能。他手自排都有，因为他有排挡杆啊，应该就是只有，但是他就有那个自排功能，没在摩托车。塞车了，全部工作挤过来，全部工作挤过来，等一下就变鬼了啦，关机。38，扣二，36，现在36，我现在这个已经到36，36或37。那你别那个，别别，我去，啊，这台是我前天搭的，昨天也有搭的，哎，不是，我搭的那台是958。现在是九五六，我那时候还是958，就是直接屁股挡这边。也刚刚也现在也红灯，919972，这三个九。全票上车，订机票。